你说这张他有变帅，那就是他本身太不帅，那不小心话都会比较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孟耿如，我现在呢要来执行 L 的一心二用大挑战，开始。等一下，是我要把他画出来吗？他很难画哎、欸，哦，我跟他不熟哎、欸。三月三十。4月19。漂亮、美丽、大方。好敢讲哦。那个形容词称赞交换。聪明、有才华、可爱。追剧和画画。玄彬。玄彬和交哥。这根本就是逼我选玄彬啊！好啦，交哥啦，交哥啦，给他点面子。不同的人里面有什么呢？槟榔西施。我真的忘记了，这我真的想不起来。你想跟哪个男演员合作？我只想不到哎、欸，居然卡关的是这一题。女演员最想跟的应该是国外的吧，比如说梅丽史翠普之类的。如果真的人生有这个机会的话，如果可以交换灵魂的话，我想变成草泥马，就感觉很可爱，大家看到她都微笑，然后可以有自己的草原，也不用上班。第一个会改变的一定是外表，可能会开始有一些岁月的痕迹，但是其实我蛮不害怕这件事情的，因为如果你的内心一直保持着是善良，对这个世界是有热情、有好奇心的，其实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很棒的魅力。我希望我以后是这样的人。好了，噔噔，还可以吧？可是他的麦克风插到鼻孔里了，角度没算准。有吗？他有变帅吗？你说这张他有变帅？对啊。那就是他本身太不帅，就不小心话都会比较帅。还自己讲，自己讲，焦哥讲成这样。